往后走。第四道，一、四、五、三。最近这几年也表现非常优越，当时我们参加全国记忆竞赛也得到全国的金手奖，那我们呢甚至发展阿美族语母语的宣跟教学，所以我们的阿美族语的孩子在最近也得到了花莲县的地区的优胜了。这部分呢就是跟其他一些学校比起来，或许我们的孩子就会很少，这个学校很少，但是很完美，每一个学生都像是明珠一样，我们慢慢的琢磨它，期待可以从双语的国际化教育去做发展，那未来可以跟世界做接轨，甚至我们可以跟西部的学校、北部跟都会的学校，我们呢有五个类科，但是我们并驾齐驱，甚至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跨出他们的眼界，走出世界。